晒干了沉默。两个百万游戏主播不想直播，向粉丝请假逃避直播，雇了八个人殴打自己，录视频给粉丝，花了两个多小时自导自演。游戏主播也可以当社畜吗？因为不想直播请假，故意找人当演员，拍摄了一个我们在路边被殴打的视频。